小时，然后换场地。B11。所以真的不简单啊，恭喜他学会。好，1:04哦，怕半路会下雨，还是坐捷运好。然后这台他找有手扶梯的那边下去。礼拜天哦，在2:15跟 Benson 约第二堂。今天因为怕中午会下雨，所以我滑到捷运站坐捷运。我这滑的真的很好红。V11你如果要搬楼梯还是有技巧，就是电要开着，然后一段时间就停下来休息，再继续搬会比较轻松。2:15，好，我又迟到了。刚刚出门的时候收东西才发现，水还没装。希望大家不要下雨。好，今天是 Benson 第二堂，对，本来是约2:00啊，他给我改约2:15。好，今天我预估他今天应该能够回来，待会看就知道了。手回你，我知道你到了，我想我快到了。这些都是他们练习的，大概。好，我们待会可以进去，那先这里先热身一下。好。我那个一个礼拜了，真的练起来了。对啊，一个礼拜练起来。好，第二堂第一小时，好，2:45哦，因为那边直排轮场学生越来越多，我们换场地，换到前面。这是我的备用场地。I could feel it in my bones. There was something going on that shed a doubt hanging around. God, oh.这个场地就都没了。对啊，要是要晚一点的。对。
对对对对，啊，你就用力吹下去没关系啊，其实你会滑啦。好的，罗先生他 V11， 然后第一次滑小台的，好不好？Shaking but not stirred. Just a lesson that I've learned. And so it goes, tables turn, and you're on your own. When I think about the way we used to be, when I think about the things you took from me.4:36，第二堂结束了。今天 Benson 不错了，他可以绕一圈，但是因为今天场地干扰比较多，人比较……这个场地比较没人。因为那个场地人很多了，所以比较多干扰。这里也可以练 S 型。下个礼拜来这练。然后刚好遇到那个罗先生，他住在社子岛那附近，他很厉害，他是没有滑过独轮，直接就滑 V11，当然过程中很辛苦啊，可是他总算也学会了，前后大概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，然后每天都利用晚上都会练两三个小时，他是真的是苦练的，所以真的不简单，恭喜他学会了，对。好，今天要回去烘豆，但我在猜可能时间不够，再看情况吧。